开始。好，我先。Alright. Okay, are you happy? Yeah. So before we begin, give me the microphone. Okay, give me the jack box. Thank you. 不是，不是。Okay. 那你们怎么没有准备音乐？有啊，在电脑里。我在放好呗，就是把你的音乐放一下，我就看我的会切掉。首先呢，我先来帮天神进行加冕仪式，来一人一个，要戴起来。这样子，这个可以调焦距吗？你帮我把它拆开，然后放到那里。我请 love this one is 好，那先小声一点点，还要小声一点点。好，那我现在讲哈，因为并不是，不是大家都要过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呢要在圣诞节这一天啊，可以这样哦，现在就是二十六号，圣诞节，啊，左边我在调，那你要当 DJ 哎。算了，还是我跟你换都可以。那我们在圣诞节这一天呢，要讲 Happy Holiday。对 ，Happy Holiday， 尤其是在美国，因为呢，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过圣诞节，所以就讲 Happy Holiday。但是反正我们在台湾好像也这个争议好像没有太多人计较，所以我们说大家都会讲圣诞快乐这样。好，那圣诞节呢，就我们用这个可爱的一天来。来进行一个对重要的人感谢的仪式。首先呢，我要代表一年八班感谢这两只担任我们的 TA，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？那我大哥准备，我大哥准备礼物啊。那我这个礼物就是昨天我在逛夜市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那个手工的凉糕，还有那个糖果。好，凉糕就给天神，来天神你们，我们给天神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这个糖果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糖果你有听过那个新港梨吗？新港梨，然后还有那个姜糖，就是天气冷啊，对不对？主要补充热量，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吃汤点，就是这个糖果一人一袋。好，还有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还有看看我说看，我想想看哦，还有什么嘞？哦，还有。就是那个糖果，如果吃不完，可以装在食物袋子里面，然后顺便戴个口罩，可以救命。来，天神一人一个，天神。哦，然后那小 TA 给大家带来欢乐，所以 TA 是蛋黄哥哦，蛋黄哥。好，来，好，没有，先把它架上。好，还有，哦，我看看。哦，对，啊，就有一次去逛宝雅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是特价。我一手一把抓了六个，然后我买回家之后看着每一种口味都不一样，我想说不然我就只能代替我吃了这个甜甜圈。这个是。还有，就我人生第一次呢，就是把钱赚很多，不是不少钱赚。就是真的在三年前呢，我就是终于有钱可以带我妈出国，那时候还没有疫情，所以我们就去了日本填事业。然后我去日本呢，就是把所有。日本有在台湾开店的店都逛了一遍，包括无印良品，有没有很无聊？有。包括什么？他说日本人都很喜欢把好货留在他们国内。我来看看日本的无印良品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比台湾高级。就看到这个高级的这个笔记本，哇哦！翻开摸摸看，这有几只？哇哦，跟台湾的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一样，就是因为就是。总是很想要消费一下，对不对？刺激一下日本的经济。为什么那时候要这么笨呢？哈，反正管他，我就抓了十本。我妈就说：“你又没什么朋友，你买那么多干嘛？”有没有同学开点？妈妈好坏。我可以送给我未来的 TA 啊，所以未来的 TA 就买了，就他们两个，我们给他们掌声。还是我们可爱的姐姐是哦。那我就简单的念了一下，我写给 Monica 什么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要。好 ，Dear Monica。不要偷懒。有你在八班担任八班的吉祥物，真是责任重大，为师甚是喜悦。Merry Christmas！ 就是这样子哈。好啦，那我们的颁奖仪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就是你们彼此互相颁奖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要来掌声邀，就是借各位双手邀请我们两位主持人天神。天神蛮尴尬的，因为完全没有台词。我们现在就。
喂喂我们现在开始请那个就是各位小孩，然后你们就是要记得要给你们的天神一句话。天神因为排号码有点乱，那我们就请第一组来叫大号码上来。二号，记得带着你的礼物。十号，六号，九号，32号，26号，29号。再一排，我昨天呢、就是去完厕所带个便回来之后，发现 我桌上有那个巧克力吐司跟那个糖果，然后我很感动，然后谢谢你们，谢谢我的小天使写纸条，我觉得很贴心，因为他写的都很感觉有发自内心，所以谢谢，圣诞快乐。这小天使来做拼图，然后超用心的呢，圣诞节快乐。谢谢我的小天使送给我母亲，谢谢。Thank you.
很抱歉，因为每次面对黑板。OK， 现在请后四个，先退下去。我在讲后四个。先退下，然后四个剩下的，小天使可以上台，认领一下自己的小孩。好，来，我先，小天使，你很慢嘞，对不起，他哭一次。那你觉得你的小天使？我不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。
床，然后我有点猜到，可是我不太确定是谁是谁，就是应该是跟我蛮好的。饼干之类，然后我之前发现是说想要喝饮料，然后他就送饮料，所以他超好喝，祝他圣诞快乐。你收到礼物的那个惊喜感真的很棒，所以谢谢他这么频繁的一直送我礼物，小天使谢谢你。Christmas， 感受过小天使送的东西都超好吃，尤其那个起司优酪乳很好吃，谢谢。应该没有同步吧？
每个礼物都很认真准备，然后他真的给我喝饮料，就挨一下就给我喝饮料。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内少区的这样，因为我是在内少区的时候挨，然后真的有，他圣诞快乐。好，OK， 现在大家往那个地方集中哦，集中。然后呢，
我需要征求一台 iPhone 十一，有没有？十二，啊，十二，十二来，十二 Pro， 对，然后特价 Pro， 十二 Pro， 所以是哪一个比较厉害？ Pro， 十二 Pro 吗？来，十二 Pro， 好，我想，你们大家都聚集到，我想不要这样好了，不要这样，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那只有第一排跟第二排的要往那边移动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然后来来，你们天使也去自己的位置上。只有第一排跟第二排的要往那边移动。对对对，第一排跟第二排，老师要这样子，老师要这样子。对，你们这个。哎呦，这一排等一下，好，大家不用动哎，这个是 iPhone。好，这个请挥挥。
知道这个。